喂喂喂，麦克风测试。喂喂喂，麦克风测试一下。哎呦，忘了改标题。哎西，等一下、哦。真的吗？就是现在我这样的声音跟音乐都听得到吗？都清楚吗 ？Hello， 哦，三个人都可以哈，就是那这样就 OK 哈。好，那我就先去帮你把文章先顶一下文章。OK， 好，那等一下半就可以准备开始了。OK， 那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，就是在上一集呢，我们的主角简明浩，他到了番薯高中，然后被一个叫日向林的一个女生约到顶楼，就他以为他是帮派分子，所以要把他杀死，就因为为了不被他杀死，就他就加入他们的黑手党。那第一集上一趴的重点大概就是我们的主角加入了黑手党。那我们可以现在今天就来见继续剧情吧。这个第一个进度。好，你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主角。我忘记我上一趴进是下来吗？要回教室吗？教室是这个，好，我们先回教室。回到教室后，我早已看到在位置上坐好的日向林。后来的课程我也没有心思听了。虽然身上都治愈好了，虽然身上的伤口都治愈好了，但我只觉得全身酸痛，精神越来越恍惚，真的好累。点点点点点。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只想开学好好过我的高中生活，现在却只能加入黑手党，之后的生活又会变得怎么样呢？现在我心里只有好多疑问，当了黑手党之后，我也要杀人吗？这是不是意味着另一种不安定的生活？再见了，我的高中生活。好困啊，我想睡一下吧。也许起床后会发现这是梦，也不一定。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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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。哒哒。那么各位同学，我们后天见啦！记得后天上课要先小考哟。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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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。我说班长。他不会因为被拒绝心理打击太大死掉了呀？不会吧，再说是日向同学先给他信，并给他信的，我想应该不太是日向同学拒绝他吧。好吧，起床了呀。张胜杰，你干嘛打我啊？啊，醒了，我看你都趴着，以为你死掉了，怎么可能呢、啊、新闻都有报啊，因为熬夜太累心脏无法负荷突然猝死，有，我会紧张的啦，有。明浩，我想张胜杰应该也是出师善意，你就别在意了。点点点点点，好吧。对了，现在第几节了？哈哈，你看你睡到都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已经放学30分钟了啊！啊，天哪，真的假的？我有急事，我要先闪了。点点点点点点！天哪，我看不是被砍就是要挨揍了。
哦，人家迟到了哦。这时候就是要赶快走。警卫可以救我吗？嗨，日向零。好，就让我们来面对。我们先存个档好了。好，来，日向零，嗨，太慢了，太慢了吧？我还没变身呢，抱歉。给我100个你迟到的理由。嗯，我只有一个理由，我睡过头了。哦，原来是睡着了呀。那我想你应该做好相对的心理准备了吧？老大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？哦，哦，你说说看。我请你吃好吃的冰淇淋。我旋转式飞天下跪之术。我选旋转式飞天下跪之术。哈哈哈，你真幽默。你以为我会这样说吗？挨揍吧！哇，这个打也打得好用力哦。简明浩进入濒死状态。天哪，你都不知道手下留情耶。我觉得我已经手下留情了，救命！对了，做我成吧，你请我吃冰淇淋吧。那那个还不够啊。你刚才那个还不够啊。你怎么有人那样就够了呢？天哪，有意见吗？我小的不敢。在早餐的右边有一家冰淇淋店，我们去那边吃吧。那走吧。看来我接下来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日向林加入队伍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读取一下，我要请他吃冰淇淋，我不想被打。黑手党菜鸟，我剩一滴血，等一下，我要读挡一下。再来一次，我不想被打。再来一次，快跳过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快点快点！我要请他吃冰淇淋，我请你吃好吃的冰淇淋。哦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怎么觉得天气很热，想吃冰呢？看来他还蛮好哄。快快说，好吃的冰淇淋在哪里？我已经等不及要吃冰淇淋了。有冰淇淋吃了。他是小朋友呢。走吧。你意外的也有可爱的地方吗？笨蛋，说说鬼话，我才没有兴奋呢。谁会因为吃冰淇淋兴奋呐？又不是小孩子。哎，讲话脚趾都紧张到说不清了。哦，我又被打了，扣一滴。你说话，说话小心点，我现在可是你的上司啊。是是是，结巴公主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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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嗯，好像捉弄他的差不多了，再下去可能真的会挨揍，赶快去冰店吧。走吧，不是，走吧，去吃你想吃的冰淇淋。哦，吃冰淇淋。在早餐店右边有一家隐藏的冰店，不会走太远。作者，你打错字了，不用走太远，不是不会走太远。这个不会，不用走太远。作者打错字了。啊？那为什么我今天上学没看到呢？这个你等等就知道了，跟着我就对了，走吧。嗯。日向林加入队伍。什么？日向林位置偏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哇塞，他有30等呢！我刚才看一下他的装备，然后把他的装备卸下来。把装备都脱掉，啊，不要，还他好了。我要伸缩长刀，好，不能用哦。为什么？可恶！好，
那我们就出去吧。早餐店右边，这个吗？嗯？真的，菜鸟为什么不让我拿伸缩防盗？是这个吧？这个新出来的这个洞，这个洞，这是冰店吗？就是这个了。为什么我早上没看到这个呢？因为老板懒，都这个时候才出来摆摊，而且还要通关密语。哦，是什么通关密语？你看着吧，一哭，二闹，三上有雅，三个臭皮匠，味道都一样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有谁大便不带纸？后宫佳丽三千人，铁棒也会磨成针。叮咚，一看就知道老江湖了，进来吧，进去吧。点点点点点。哎呦，哎呦，欢迎光临。我说，作者，这个冰店也太冷了吧？这个冰店都下雪了耶，会不会太冷了一点？江湖人中人，简哥哥又来光顾了。哦，这次不是一个人啊。你都几岁了？我年纪比你小啊。西巴西巴大叔，想当初我手拿水果刀，一路从草莓国砍到西瓜国，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是一个眼睛都没有眨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听你说这个故事。不知道多少遍了，不就去菜园从，不就是去菜园从草莓园到西瓜园，各种水果都切一遍吗？然后研发各种冰淇淋口味。你别破我梗啊！我看这位小妹也是个练武奇才，才想讲故事给她听的。多谢叔叔夸奖。你傻，他不是在夸你啊！他对每个新来的客人都称练武奇才。好凶哦！不说这个了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说好的边缘一辈子，怎么今天带了个妹子来买冰啊？女朋友？不，那种事情绝对不可能。QQ， 明浩，你被秒嫌弃耶。不，就算太有意思，我也不可能跟这种凶暴非人类交往的。你说谁是凶暴的超级恐龙非人类啊？我点点点，我没有说超级恐暴龙啊！啊，手滑啦！我说这个手滑也连记太多下了吧？不说这个了，老板，听说你有好吃的冰淇淋啊？怎么卖怎么卖，我全包了！咚一咚一咚一，全包这有点难呐、啊！哈、啊？为什么？我有这些钱呐、啊！为了保护孩子们的健康，我们一天每人只限购一支冰淇淋，而且最多购买两双球，绝对不会为了贪图金钱而多卖你们的。可是我已经不是孩子了呀！不，比我小的都是孩子。这个音乐也太热血了吧！只是买个冰而已啊！干嘛？他们现在是？没错没错，点点点点点，这气氛，点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点点，你们要看多久？我十六，我五十二，原来是比年纪啊！好、哦，哈哈，惨败呀、啊！马马虎虎啦，看来只能三十六年后再来找你一决胜负啦。不不不不不，就算你三十六年后来，他还是不会比你老，你还是不会比他老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明浩，你这个朋友真酷啊！好了，今天也没有什么客人，就破例一次，给小妹妹两只冰淇淋。呀，
我没有声音了。呀，呀，老板人真好，还绝对的。好，我可没有打破我的原则，只是把明浩的份给小妹妹而已啊。喝口水。还有这种事啊！我要草莓，我要香草、草莓、芋头、薄荷，感谢金主喽！没有问题，两球，两只双球，总共是100元。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。好了，我付我付，本来就说是我请嘛。失去100元。小老弟，开工了。是的，老大。你的工读生也太慢了吧？同工嘛，巴西巴西，要加快速度哦。做得快，等等请你吃很多饼。哦，我要很多很多的饼。哦，欸，超快欸。哇，架神奇！来，冰淇淋好喽。哦，那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嘛，我开动喽。舔啊舔啊舔舔舔！我说作者啊，为什么吃个冰淇淋会爆炸嘞？这个特效也太帅了吧！哦，姐明浩，这是超级好吃的呀！哦，香草味的也不错啊。点点点点点，草莓这浓郁的味道，老板，你这个该不会是用真的草莓下去做的吧？哈哈，本店绝对不用香精那种垃圾食材的哦，原汁原味，而且都是新鲜水果啦。哦，这个薄荷口味。多么清新，我的感官都亮起来了。吞口水。嗯哼，原来又有选项啦，看我们要继续吞口水呢，还是要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吃一口？我觉得问他可不可以吃一口就会被打呢，那我继续吞口水好了。我的荷包少了钱，还吃不到冰淇淋，太痛苦了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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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啊！吃完了，吃完了，满足满足。吃完了就离开吧。就这样消失了。我也要吃，给我。不要啦，老板，老板给我吃冰淇淋啊！少了100块还不能吃，给我，老板。哎，收摊啦，收摊啦，有空再来啊。哦，就这样消失了。哎，前面好，再带我去吃好吃的吧。你怎么啦？没菜单啦？你是不是忘记原本找我好像有事？哦，好像有这回事，哈哈哈哈哈。所以说你在校门口等我是为了什么事情啊？总不可能是要我带你去吃美食吧？好啊好啊，你别生气啦，这先回学校一趟吧，天也黑了。好吧，我要回家。现在不是回家的时候吧？天黑嘞，为什么不回家？那去早餐店好了。早餐店关门了，回学校吧。哎，日向，这么晚了，我们还来学校干嘛？快点问嘛，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阿提诺斯番薯分部的基地呀。哦，可是问题，这个跟来学校有什么关系？你聊的船很慢呢，学校就是我们基地呀。啊！你在耍我吗？我没耍你啊！你自己看右边是不是有一口井？啊，是那一开始的一口井。嗯，确实有一口井在那里。那就是入口啊。嗯，那我先失陪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们的分部都是可以在学校的地下室啊。我的天哪！走吧。先存个档。哎哦，算了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一口井是吧？是吧？
这里有条绳子，抓着这个下去吧。哦，我又爬上来了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好，下来。他要自己跑、啊。你不要告诉我这个是入口。哈哈，你答对了，这就是入口啊。别卖关子，怎么进去？你真的很急耶。上面有个台子，只要有阿诺提斯的 DNA， 阿提诺斯的 DNA 都会释放其他人基因辨识哦。等等哦。啊，你干嘛？你剪一根头发，不然怎么设定？哦，好高科技哦。好了，设定好了，走吧。你先走一次，我给我看。这是没种的家伙啊！快点进来吧，再不进来就等你亲吃全图啊！点点点，我不要，我也要设定。总觉得这里会有东西哦。先存个档。哎，真的没事哦。小姐，大小姐，很高兴你平安归来。小姐，你一定累了，书包交给我拿吧。诺特，我应该说过我不喜欢这种欢迎是吧？的确，但小姐是首领的女儿，总是没有办法改过来以前的习惯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哎呀，女生的声音怎么都只一样，好难哦。我需要配音员。算了，不用了。在这个基地，我是领首领，规则我定出来之后，大家都要去适应。还有艾莉，我说过我们不是主仆，是好朋友，所以你不要再主动帮我拿书包了。啊，真的、哦，绿头发是男生哦，对不起。OK， 好，等一下改一下。哎呀，小林就别计较那么多啦，而且大家都出来等您，这样也比较热闹啊。加上你今天这么晚回来，老王都担心你是不是出事情了呢。老夫才没有担心呢，只是刚到新地方，难免会紧张啦。原来是老王紧张了呀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，我应该先传个简讯通知一下的。好好，他是男生哈。话说回来，大小姐，这位是……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今天加入我们家族的伙伴，他的名字叫做简明浩，是我的同班同学哟。小姐，诺，恕我直言，但我不懂这个看起来一点战斗能力都没有的男孩，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小姐相中他的？哦，诺特，你很笨耶，你看这个男孩，皮肤又白又嫩。这么可爱的小白脸，对于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小姐来说，可是比毒品还要吸引人呐、啊！艾莉，你，大小姐脸很红哦，才不是那样的，听我说。经过一脸。经过一连串的解释后，这下你们懂了吧？大致上都了解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小林一个不小心抓错人，在不小心开杀的情况下，这位男同学一个机智的说服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哎 ，hello， 嗨。竟然有人。Hello， 水水的，你好。然后小林又一个擅自逼人请自己吃冰淇淋，对吧？就是这样。啊，才不是呢，是他让我等太久了。好了，
总之情况 是大致了解了。那么小弟弟，我想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阿奇诺斯家族的地下基地。作者，你的对话视窗突出去了耶，你这个地方右边的对话框突出去了，有几个字不见了。作者，右边的字不见了。对啊，那个应该是，我想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我们阿提诺斯家族的地下基地，或者是地底基地吗？好，再来。除了要严守秘密之外，强健体能自然是不能少。时候到了，我们会教给你比较高深的技术，但现在我必须要先确认你的决心。虽然我们黑手党是严禁奸杀掳掠、抢、偷抢，但必要的时候，哦，又少一个字了，对不对？在必要时候，哦，没事，对，但必要时候，在与其他帮派争夺地盘的时候，是要杀人的。老夫在沙场上见多了，像你这种什么都不清楚，只向往着帮派与势力的人多的是。哎，老王，其实我是被迫的，不要这样，我一点都不想加入黑手党。但到了战场，又能提起勇气拿刀捅向敌人心脏的人是少之又少。战场上一刻都不能有迟疑的，许多人在杀人与不杀人之间的一念之间就断送自己的性命。我希望你能慢慢适应我们的生活，也许之后的生活再也不安逸。嗯，作者，为什么这边的对话长得不一样？他为什么没有换一行？但尽管如此，我们也必须走上这条修罗道。任你简明浩 ，Are you ready？ Are you ready？ Yes, I do。在听了这种话之后，我难道能说不吗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达到各位的标准，毕竟在今天为止，我就连刀都没有拿过。但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想我会适应这个世界的生活，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嗯，差强人意，虽然没有气势，但至少决心是有的。诺特，你怎么想呢？华生，你怎么想？这个诺特眉头一皱。这样好了，我看你现在实力实在是连保护自己都有困难，不如你就在我们后面的战斗练习室拿到我放在里面的黑手党出征。不过你也别以为里面的伙伴可能会对你手下留情哦，只要你小看他们，他们随时都会可能把你杀掉的。加油吧，拿到东西之后再来找我。加油哦，希望你活着走出来，不然又少一个班上同学了。我会尽力的，如果真的不行再来找我吧。那么各位解散，各自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吧。如果玩家没有找零合作的话，前期可能会要多跑休息室休息或是医疗室哦。另外这里的 boss 我自己测试大概要9到12人去打比较轻松，加油。好的，所以我现在先存个档，我存第三个档。好，这些人是谁？黑手党小弟，站岗的时候不要跟我讲话。站啊，脚好酸哦。卡玛，哎呦，这是谁？大小姐希望可以到现场的，所以就请了我。我不是黑手党，我只是打工的哦，一起打工仔。所以我看看这个人是，哦，好。哎，老人。哎，大小姐，下面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休息室吗？嗨，黑手党菜鸟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菜鸟。床有没有东西？没有。好，这间，这里有一个新的人，
资深黑手党，黑长就是这样，争地盘的时候大家都忙得要死，没事做的时候除了高层其他人都很闲。好、哦、所以这也是请示。这个呢，这也是请示。这个看起来是餐厅啊、哦、可以买哎、欸、那我要吃东西。好的，所以地图没有拿到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没有东西。上面这个看起来是药水店，是不是？医疗室哦，不需要不需要，谢谢。一次要100块啊。那第二个嘞，什么印？这什么啊？为什么有种感觉这只熊在看我？不要搞得很像轻轨一样。这只熊在看我。休息吗？休息算是免费，但一次只能回100滴哦，而且一次睡眠需要5秒钟。哦，好方便哦。不过我不需要，所以我700滴，我要睡7535秒，我就可以睡，把我血睡满。防具铺今天请假。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卖药品的哦。放弃，谢谢光临。我买武器，买武器。看一下 ATA 降低10 ATK。这个我不能用对吧？瑞士刀匕首会增加10哦。没关系，先去练等好了。Go go go！ 所以我也可以，其实一开始就先去找大小姐嘛。而你还没有办法在5分钟交给诺特，我会直接判你失职，要刺杀你哦。先不要好了，我先去看一下那到底是什么。好，现在这是什么？哦，仓库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什么。前面就是训练营地，要进去练功吗？是。哦，是降雨的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作者，作者，这不合理啊！你看看这个小兵长成这样，我长这样，这个小兵长这样，我长这样，我要怎么打？这不是小兵吧？作战，攻击，黑手党小兵 A。我觉得这不是小兵啊。他根本就不是小兵啊！对啊，这小兵这么大只，合理吗？然后砍了3刀，他还不会死。4刀一只。不是啊。作者，我要被小兵打死了！作者，我要死掉了！啊，升等了，升等会写满吗？不会，作者，我要被小兵打死了！不行，我要回去了！不行啊，作者，我回不去，作者，撤退！作者，这个小兵强度太强了。作者，这小兵太强了，我要去睡觉哦。这个吧，这个，我要去睡觉哦。让我们睡个35秒，把血汇满吧。是，5秒。好，继续睡，这样睡一下。哇，继续睡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继续睡，再睡。啊，这个单人床可以睡吗？可以。睡满了吗？应该睡满了吧？看一下。还有没？再睡。
睡满喽。想办法拿迷宫里面的装备，或直接买匕首，靠暴击打伤害。真的吗？那我去试试看。对，单人练功会比较好打。好，就听你的意见，我们买个匕首吧。匕首，哦，闪避还可以加20哎。好，买了买买买。然后来换一下装备。哦，我现在有匕首哦。当然靠那个可以直接砍过去，没关系啊，自己练一下。让我们看看换了装备以后，好 ，miss， 哦，250。作者小兵太边边了，我看不到他的，我的伤害看不到。砍，两刀一只，还可以。而且升级的 VIP 不会显示哎、欸。哦，有，这里有，他刚才战斗的时候不会显示。所以我先拿一个宝箱。使用攻击。两刀一只。Oh no！ 好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得到250元，这里还有，得到，嗯，这是补什么的？物品可以补 MP 75，我觉得我应该就死在这里。好，作者今天也37分钟了，太大侠，不然今天先到这里，然后我明天白天有空的时候自己偷偷上线练一下等，然后明天晚上就可以继续直播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然后就是我被偷袭。哦，还会偷袭哦。然后你就看一下，就是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，改一下。对啊，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。明天我应该就会从，明天会从这边等级先练上去吧，然后再继续开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省掉那个中间无聊的练功时间。好吧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哎，你太晚来了啦，我都已经要关台了，我正准备关台的时候。明天是练功之旅哦。刚好 ，OK， 那今天还是谢谢，加油。虽然应该很快啦，那你。欸、你剧情做的还蛮多的嘛，反正暂时我这边都还不会结束嘛，我还可以玩很久齁，应该还够我玩，这个礼拜应该都还够我玩吧。好，那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就明天应该也差不多是10点多的时间。因为9点还有实况另外一个游戏，啊，所以差不多是10点多一点会开。剧情可以再玩20分钟，就是说纯粹走剧情的话，然后不要练功的话，还可以玩20分钟，是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哇，又可以再多10到15分钟哦，好啊。那就
如果你明天有，如果你有更新的话，你再赖我就好，你再跟我讲，然后我再去下载新版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咯，明天见。明天再开这个游戏，然后我晚一点会把昨天的影片档上传到 YouTube 上面。好啊，我会再给你。晚安，拜拜。